然后我，别哭了，是不是天天打架打上瘾了？那你给你打上多大了？十几岁的孩子了？让他们干活，他们都不干；让他们干活，都写作业，而且还搁屋里偷玩，给他们没鞋。老二，大姐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收了，你为什么不干？本身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你不想干，不想干，你给我写作业。那你进了房间，你根本就没写作业。写了吗？写了。我说我写作业，我就进来写了。那平时让你写的时候你不写，让你干活你开始写作业了。我跟他说了，他们都难听不见，俺都不会。老三，大姐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收过来，你为什么不干？我不想干。你自己的活你为什么不想干？我给你买柜子又干嘛的？俺自己的衣服自己收起来放自己的柜子里，妈妈说了多少遍了？你说你进房间写作业，大姐姐过来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偷着玩。你们三个人给我听好了，以后你们再打架我谁也不向着。三个人全部都得挨揍，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记住了吗？只要是打架就是你们的错，听到了吗？听了。还有你们两个人，家里面孩子本来就多，卫生不是靠哪一个人维持的。等等，我说我等着奶奶，还没到一分钟呢，她坠下来我头发，我来去救。那你为什么要等一会儿呢？我给你写完了几个字，我把这一块写完了。我问你，你写几个字？我说你到时候啥时候等一会儿？你等一会儿写完这个字呗，你不回应我。哎，你这搁俩写，一点都不回应我。我写完。你回应我一下，你说等，那你没说你写吧？不是，我说了。行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我一天我一个人看恁四个人，我已经够累的了。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喝，伺候你们穿。我任劳任怨了，您都不能为我省点心吗？干的活不就是替我干的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自己也勤快一点，而且小女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天天房间里弄得乱七八糟。你看你这桌子上都是大姐帮你收拾的，天天弄得跟猪窝一样。那都我妈收的，我早上没来，这桌子不是我给你上来说，我又没让你帮我拾的，你不想帮我收，我也没让你帮我收，你妈我没办法收拾啊，一不一都这样。那人家帮你做好事还不落好了？难行我嘞。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保持卫生呢？以后不要再打架了，听到了吗？本身就是亲姐妹，你们现在小，我现在把这个视频录下来，等到长大了你们自己看，看了自己就想笑。记住了吗？嗯。什么都没有亲情可贵。你看老大的手都弄破了。妈，这个还能长好吧？能长好，放心吧。你们中午想吃什么呀？螺蛳粉。我们自己下。自己弄呀。嗯。走吧，我在旁边给你们看着。看着老大，这不是一面定型了吗？然后把它这样翻过来，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流了。可以，没事。再煎一点火腿肠，看看老大煎的蛋不错吧，煮的螺蛳粉，煎的火腿肠。你们两个人以后要听大姐姐的话，听到了没？听到了。长姐如母，她说的话就是妈妈说的话。知道了。老大，以后他俩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只能教育他们，别动手了，听到了没？嗯。他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呀。对。他做的不对的地方还有我呀，我会管着他的呀。嗯。但是他是大姐姐，他说话你们肯定要听呀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对的事情，肯定要听大姐的话。老二和老三呢，两个人当时在客厅里面看电视，大姐姐让他们去收拾衣服，两个人就说要去写作业，不愿意干。哎，结果走到房间里面，两个人都没有写作业，就在那里玩。所以说大姐姐她就特别的生气，就因为这么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又吵起来了。我就想知道你们家的孩子平时吵架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。今天爸爸要出去带我们好好的说一次 ，Let's go。今天爸爸请客，你们一定不要客气。我们要敞开肚皮，使劲吃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们吃饭了？这不是你头段时间说过一次吗？想吃羊排，不是今天正好小孩放假了吗？凑凑顺便让咱去吃去，看我对你咋样。好，太好了，老头乌鸦绝美了。不用问了。我们今天出去吃烧烤，已经有2年的时间，差不多都没有吃过了。我们都想好久了，太好了，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。弟弟，你给我们唱首歌吧。哎呀，真好听呀，真好听，鼓掌。有个小弟弟出门不方便，你看看，还得带一个车。妈妈，我们想去暑假乐游吗？我想去。那就等你们暑假作业写完呀。现在的水太凉了，得到8月份。嗯，行。好吧。我们现在到地方了，
唐家烧烤，我们这里非常好吃的一个烧烤店。这个老板肯定姓唐。你太聪明了。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坐起来，爸爸在点菜，因为怕碰到弟弟。妈妈，我要喝柠檬茶。拿一瓶。再来一瓶苹果汁。这个烧烤烤了六七成熟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烤，这样才有感觉。上面一层烤肉，上面一层烤素的。大金链子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干杯。辣鱿鱼。二斤烤羊排，这个羊排烤的外焦里嫩的。这一口下去，满嘴流油，肥而不腻，太满足了。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宠粉活动，有现金奖励。我们现在已经结束战斗了，没吃完，打包了。一共点了两斤羊排，一斤半羊肉，其他又点了一些素菜。一共花了279，你们觉得贵吗？我们现在到广场了，溜一溜。现在白天特别热，所以说都晚上出来了。这边是放电影的，现在这种老式电影很少见了吧？投影的。救命啊！救命！老三，你是变身小猴子了吗？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比赛吧，行，看看后面那一棵最茂盛的树。你们三个人从这里为起点，跑到那个树的上面，围着树转一圈，然后再跑下来，手摸到这根白柱子，谁就是第一名。行，预备，开始。看看他们三个人最终谁会胜利。现在是不相上下，跑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三摔倒了，没事，起来继续跑。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哇！好好好，很棒很棒很棒！老三虽然摔倒了，但是也继续完成了比赛，很棒。我不服气，那要是那里没有石头，我还不会绊倒呢，要不然我就是第一名了。我要向你们发起挑战，你们还敢应战吗？敢！预备，开始。其实老三跑的还是挺快的，现在已经到终点了。开始向回跑了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快快快，熊向发展了，差不多一起，差不多一起，啊，很厉害很厉害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现在刘雨佳已经在那里没有了。不要听爸爸了，太累了啊，太累了。你也敢呗？不来了，你要累的。好，还是这样吗？不看了，哎，有人重新再开始再跑一次。不跑了，不跑了。叫你弟弟做个见证。爸爸骗你们的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先去逛一逛了，拜拜。